かった。もう。哈喽哈喽。我刚网络连不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现在用手机的热点 ，this。不知道今天网络怪怪的。我刚开播了，然后我放在那边，然后我想说奇怪，为什么都没有人进来？然后可是那个直播时间还是一直有在算，然后我就想说天哪，这样子到底是有开还是没有开？然后我就一直重开，然后又开不起来，我的天哪！对啊，网络大罢工哎，在干嘛？然后我现在先用手机的热点了。只是不知道手机电量可不可以撑到下播，应该是可以。Hello， 大家 ，I'm so sorry， 让你们等那么久。我刚到家而已，然后刚在弄网络，我的网络出呆机，我还以为是我的问题，不是，网络翅膀硬了 ，I'm so sorry。因为我刚到家。真有事。刚到家 ，death 啊！然后今天还没有吃东西，忙到都还没有吃东西。现在要来吃饭，今天一样是吃播 death。我们边吃饭，然后边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。辛苦了，不会。啊，好的。那么今天的晚餐是稀饭。跟青菜 ，this， 如果晚餐不知道吃什么的，推奖，稀饭加青菜 ，this， 他不造谣，今天应该没有力气造谣 ，this， 稀饭就够了，应该是不够，没关系，晚点再买别的，先吃这个嘛。茄子好吃，那个对，吃播 dance， 不行，我再不吃东西，真的要饿死了。小硕说要 cover A B C 体操，真的吗？我很期待，要记得 tag 我哦。Hello， 大家。我每天真的好饿哦。看剩下来，发现自己都还没吃，我天啊！真的有饿到，你好啊云晴 ，Hello 洛克，先吃稀饭，先吃饭，真的很饿。我今天第一餐，我真的好饿，天哪！我才刚忙完到家而已哦。先吃饭，真的饿。我们有什么话要聊？等一下，先让我再多爬个几口，真的好饿。
很常吃稀饭，对啊，我很常吃稀饭，我还蛮喜欢吃稀饭的。先感谢阿潘清库存了，不客气。我还有库存没有清完呢，可以再等我个两天吗？不行，再等两天就跨年了，是不是？我好像年底赶快发一发，感觉都饿了，赶快去买吃的，我们一起吃饭，快点。真的有饿到，嗯，我也饿了。我们一起吃饭，吃饭完再来聊天。昨天梦到阿潘，就今天早上睡过头。I'm so sorry， 我害你睡过头了耶。你梦到我在做什么？阿成，你梦到我在做什么？こんばんは、お元気ですか？お元気ですよ。でもお腹空いた。腹減った。ペコペコ。我们一起手勾手逛园游会。这么开心。走啊。走啊，我到了。我很专心在吃饭，我的天，真的是很饿。什么？居然没揪我，马上到。在路上了，很快。人人会在医院 ，what？ 所以各位要相约在医院逛园游会，到底是什么奇怪的设定？那我到了，笑死！医院办的爱心园游会吧 ，OK 啦。好的，我觉得我回写一些些了。我决定，等下下播之后要大睡一波。我到了，哪里会狠？土豆的殴打会，殴打就这边舔哦。然后我知道殴打会是怎样，还要先喷酒精消毒，然后才可以殴打土豆的。
一定是因为逛园游会太累了才会睡过头。可以啦，合理啊，这一切都很合理。好的，我们来聊聊，我们来聊聊阳光剧场开幕演唱会 Dash。 我们来聊聊，就是呢，上礼拜有去，有跟我们一起过圣诞节的，举手。哦，我的肚子，对，不是，这是我的肋骨，对不起，对，这是我的肋骨，举手。应该 OK， 听说礼拜六后有几位成员小感冒，我也有小感冒，我那天就是很冷嘛，然后其实我好像还好，就是大家说冷嘛，然后大家就会缩成一团，然后呀这样，但是我好像还好，就是可能因为我在住基隆，感谢大家来，感谢大家来一起冷，就是呢，那就是天气就很冷，然后风超大，然后又下雨。然后我们那天彩排的时候，对，彩排的时候就已经是穿那个，就已经穿制服。然后我们前一天也有去彩排，然后前一天也蛮冷的，没有没有，好像是当天比较冷，对，当天比较冷，前一天还好，前一天就是闷闷的，然后有飘雨这样。然后就是结束之后，隔天我就有点，就是喉咙有点烧瞎，就微烧瞎，但是又睡了一个晚上之后就好了，所以其实我好像还好，就是没有很严重。谢谢这个小谢送的物，我是闪亮星。羡慕主委礼拜五一个人看彩排，真的假的？他有来看彩排哦，就是。通常大家都觉得很冷嘛，就是每个人都跟我说超冷，但是其实我本人我觉得还好，就是呢，因为我在住基隆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对这种湿冷的天气，我觉得我比较不会对付干冷，但是我对湿冷就是比较适应一点嘛，就是我比较习惯那种边下雨的感觉，然后又穿雨衣，有种回到以前刷缸的感觉，就是刷鱼缸以前就是要穿短袖短裤，然后还要穿拖鞋，然后就穿着雨衣，然后在那边吹风淋雨，所以有种以前刷鱼缸的感觉，就觉得还好我训练有素，然后大家都缩在一团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只有我一个人站得直直的，然后微笑的看着远方，就其实我觉得没有到很冷。然后回到休息室之后，大家也都是一直裹着外套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是第一个，我就是直接把外套就唰就打开，谁跟你冷？还好嘛。基隆也湿湿冷冷的天气，对啊，湿湿冷冷的天气，我好像已经习惯那种湿湿冷冷的天气，所以我就还好，我的防御力还蛮高的，我防御力真的是蛮高的，阿潘厉害，谢谢。今天刷鱼缸，明天当偶像，对啊，果然是基隆女子，一点影响都没有。然后我出门之前，就是我妈妈就一直跟我讲说很冷，真的很冷。然后我知道一般人的体感都会觉得很冷，所以我就是很听信大家的话，我就穿了很多。然后我到公司也不意外，看见大家都穿大外套，就大家都穿超厚、超冷的感觉。然后结果到了现场之后，我发现我大外套一整天都没有穿上过，我的外套一整天都没有穿上过，我是不是意外的还蛮耐冷的？很厉害，超强哎，超强哎，我整个就超强。而且就是我彩排的时候啊，然后就有戴着那个外套加雨衣的帽子，然后刘海这边就是都被这样子压着，所以我头发都没有乱，然后头发都塞到那个外套里面，所以都没事嘛。就是大家就讲说要穿外套，然后外面再套雨衣，但其实我觉得还蛮热，对不起，因为跳舞跳一跳之后，里面真的是会很热，就是如果你有外套刷毛的话，然后就是我头发就一直被压着，然后都包得好好的。结果回到休息室的时候，就大家都因为风吹嘛，那个风吹雨打，外面都有听到我们彩排两次，然后就是那个风吹雨打，大家都各种头发乱七八糟啊，打脸，然后刘海开花开花。结果我看起来整个就是没事人，然后就说，奇怪，大家刚
有出去彩排，那我们我看起来像有出去彩排吗？我是不是看起来像没有认真跳？我很认真跳哎、欸，我很认真跳，我没有偷懒，我没有偷懒，防寒技能点满了，对啊。欸不行，我会忘记吃饭，先让我吃两口，对，先让我吃个两口。不行，我吃饭很慢。如果你们要等我把晚饭吃完再开始讲的话，可能要等个半个小时以上。画胸画很用力，对啊，没有画胸画很用力，是因为我那天就是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很嗨啊，我就是觉得哦，舞台好大，好开心哦，好多人哦，然后我就很嗨，你知道吗？你妈就超开心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唱超大声的，超吵，我真的唱超大声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声音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，因为大家的声音都蛮大的，应该听不太到我的声音，但就是还蛮开心的，就是很嗨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嗨什么，但就是很嗨，呜、哦、的很开心，对，就是呜、哦、的很开心。好，我要上来，了不起半小时不讲话，好不讲话，阿潘坐姿，阿潘坐姿就是这样，阿潘坐姿。就是可以吃，对，我现在就是对我是天才，开什么玩笑，那智商高的人都是这样子坐在椅子上嘛，就是这样子，没有错，我要吃东西了。有没有很熟悉的画面？显然就是看到大场面会嗨的阿潘，没错。吃饭，野流也是这样做，对啊，到天才都是这样子，旁边的路人也很开心，早知道带武蛋去补脚。よかったね，でもよかったね，很好玩呢。再过几年椅子就可以换新的了，才不会嘞！这椅子从国中陪我到现在，它都没有坏掉，开什么玩笑？呵，我的法拉利。阿潘怎么拿手机讲电话？这样子啊，我都这样子讲电话，你不知道吗？我都这样子讲电话。哎、欸，我有看到，我懂你们在钓什么，我都这样讲话，都这样讲电话，对吧？是这样拿吧？是这样拿吧？最好素吼，洋芋片怎么吃？怎么办？洋芋片怎么吃啊？洋芋片不是就这样吃吗？直接这样吃。那手机不能太重呢，超中二。最好是这有了，我会这样子讲电话啦。是不是要有棒棒糖？我这今天包包里还真的有一根棒棒糖，你们怎么知道我就有带棒棒糖？看来这段应该要剪精华了，这样手难道不会酸？才不会嘞，天才都是这样子讲电话，你不知道吗？天才都是这样讲电话的。欸，你们知道我的待机画面是这个吗？好吧，是不是没有人认得这张图？但是总之我的待机画面长这样。对。为什么开手电筒了？等一下是要照亮什么？等一下我手机自己开手电筒。等一下我没有要照亮世界，不好意思。
这是天才待机画面吗？对啊，天才待机画面长这么可爱。他对我要讲什么我有点忘记了，那总之就是那天就是很开心，那两天就是很开心，很好玩，很好玩，跟大家一起出去很好玩，也用校外教学。对，我手机也超常自嗨开手电筒困扰欸。对啊，我很常不小心就打开手电筒，但想怎样打call。讲到樱桃只想到花金院，又冷又开心的一晚，没错，在风中凌乱两小时完全值得。我后来才想到我忘记跟你们讲我站哪里，好好笑。我后来才想起来，哎，对耶，好像可以先跟你们讲我站什么方位，我是忘记讲了。可是没有人问我啊，没有人问我，有吗？还是我忽略了，一直很懊恼没吃到外面的炒面啊。哦，我好想逛外面的市集哦，听说很多吃的，哼哼，好想去哦，哼，可恶。可以先讲没错，可恶，我直接忘记耶。然后就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在哪里， I'm so sorry， 我直接忘记这件事情耶，都我的锅。我就说礼拜六见，然后忘记跟你们讲礼拜六左边还右边见。但是我有跟妈妈讲，我有跟妈妈说要去右边的45度角，很精准耶。我才没有忘记站位呢，我才没有呢。茄子好吃哦。Hello， 坚果。我是买饼干，说你在右边，我有看到那个，我在那边跳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看到马婷他们在讲说啊，搬在这里，啊，搬在这里，我看到了，超好笑。但你要是临时丢下一句右边见，大家一定会吵说是你的还是我们的。哦，对啊。总之就是我忘记讲了嘛。那我现在讲3周年是不是也来不及了？3周年票都卖完，哎，3周年的位置也是自己选的吗？就是你们可以抢，你们不是可以抢那个票价有差嘛？那个左右区什么哪里是可以选的吗？还是那个是电脑选的？在闹劲哎！哦，是自己选的，是自己选的。哇，那我也来不及，呵呵，那我也来不及跟你们讲，我是站左边右边，我也来不及讲，是不是？我坐中间不怕你，我是不是也来不及讲？我快笑死。抢票话位，但是通常会用电脑选位，电脑进的哦。电脑进探头，我快笑死，我快笑死。自己选速度太慢，自己选就白速嘎。通常都电脑选。なるほどね。等一下再回。反正看线上没有关系，好好奇线上的机位，还不知道线上的机位会摆在哪里。
我有没有说过一个笑话吗？就是我刚回归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还有线上公演嘛，我就问说，所以总共有几台摄影机啊？然后就他们就教我，就撒谎带来，然后就跟我讲说，哦，右边有一台，左边有一台，中间后面有一台，前面有一台油机。然后我就油机，哦，不是老鼠，我是说油机，油机便当，对，看看那一行是手残按到自选，然后 VIP 就废了。还是说一下可以换位置？我想一下，让我想一下我在哪里哦，我想一下，等我一下哦。不行欸，我不能告诉你们欸，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们很多首歌都还没有排走位，我们只有排五，但是我们还没有排走位，所以我还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欸，欸，不是，我不告诉你们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我刚想说，就是我大概知道哪几首歌嘛，就是我知道哪几首歌我在哪里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来统计一下整场下来我在哪里比较多。但是我发现整场下来，大概还有一半的歌还没有排走位。等一下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。空中华丽如常，为什么讲的好像自己有东西可以讲啦？我是好天真。我自己也不知道欸，好吧，游击便当不告诉你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反正来不及选位置啦，刚有人说可以换位置啊，不知道是什么，怎么换位置？你们换票吗？是吗？我身上都是，我是不能讲他。对，我身上都是他的味道。哦，他的洗发精真的很好闻呢，好，不重要。好，继续。人员交换票不用换，就私下换，但是会换的人应该不多。So ga， 先进场后再换位置。なるほどね。哦，入坑到现在一直都是随缘。对啊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哪里耶。哎，对啊，你们这么一说。我刚刚这样子自己算一算，哇，我有跳的歌，我大概有一半都还不知道我在哪里耶，哇，那我真的还不能告诉你们了，不能说的秘密，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秘密是什么。根本说昨天第一次看了复仇者联盟，我昨天看了复仇者联盟，但是我以前都没有看过 Marvel， 所以我都不认识那些英雄，我只是知道那种最有名什么什么蜘蛛人啊、钢铁人啊、美国队长啊，就是那种穿的很特殊，然后我一看就知道他是谁。然后还有什么浩克这样，然后什么黑寡妇什么我都不认识。我人生第一次看 Marvel 应该是看黑寡妇，对。然后昨天是第一次看复仇者联盟，对。我觉得蛮好看的，黑寡妇很帅耶，
剩下一半是量子力学。舞台上阿潘可能同时存在左右边，就跟那个 ABC 体操一样，阿潘可能同时存在于左边跟右边。薛定谔的阿潘。总之就是我昨天第一次看复仇者联盟，我觉得好好看哦，觉得比我想象中还好看呢。可是要把所有 Marvel 电影看完，是不是真的是会花一辈子的时间？真的吗？你上上礼拜第一次看 Marvel 才刚看完复联，太厉害了吧！你我们是什么量子纠缠吗？我每一部电影都没看过，可是都已经被完爆剧情，太伤心了吧！我懂啊，就像我还没有看过《复仇者联盟》，可是我大概也知道谁会死掉，我大概也都知道什么谁会死掉，然后谁会怎样。但是我昨天第一次看，我真的是觉得就是我以为我可能会睡着啊什么的，但是因为我很少看电影，然后通常就是看不到什么喜欢的电影，然后。昨天看《复仇者联盟》真的是觉得很好看的，艾斯已经干艾斯什么事？不用一辈子，但是半辈子应该要。之后还有动画需要补。要动画哦，真的假的？大哥也死了，但他没有输，到底干大哥什么事？哎，我《鬼灭之刃》我还在养，我还在养。我想说，反正他动画很多嘛，我再多放个几集，然后再一口气看完这样。我看过《猎人协会》会长已经，到底干他们什么事？索隆是他们到底在做什么？你们？嗨嗨，塔瓦哥 ，Hello， 探探。Hello Happy 了 ，Hello 阿哲。总之，我觉得有刷新我的三观呢。就是我以为会是那种很，其实也是很经典剧情。但是我觉得好像，就是每个角色又有他自己的故事，然后每个角色都不是真正的正义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还蛮喜欢的耶，我觉得好像蛮好看的耶，怎么办？我是不是快要入坑了？可是照着时间线看，到底是这一串才是真的要组复仇者联盟吧？谢谢 Happy Love， 我今天看起来像只熊，太好了，熊，喵。很自私啊，就是会觉得可能就是这世界要被摧毁了，然后英雄要出来救人，然后英雄可能一开始打不赢，然后后来就打赢了，好吧，其实复仇者联盟好像也是这种走向，但是我就觉得还蛮好看的，就是他的角色不是绝对的正义，我很讨厌就是那种什么绝对正义啊，然后那种什么就是很圣母系的角色，但是我觉得 Marvel 好像还好欸，我觉得好像蛮好看的。继续上班了，下礼拜公演见，拜拜。什么下礼拜要公演了？公演这么快吗？一开始以为会很无聊，打来打去。对啊，我也以为会很无聊，然后一直打来打去。电影摧毁世界的100种理由，笑死。要看剧情，看 DC 就对了。DC 跟 Marvel 什么不一样 ？DC 有什么英雄？我其实不太会认。DC 是什么？那个蝙蝠侠是 DC 的是吗？哇，真的是下礼拜了！真的假的？是下礼拜？下礼拜就公演了 ？MC， 蝙蝠侠跟超人。蝙蝠侠跟超人，出嘎，水行侠，出嘎，而且最近也就是我听讲说，就是鹰眼也有自己的影集，然后他说很多都有自己的影集。那如果我要照时间线来看的话，
我是要先看哪个？你会看到共勉之，真的吗？这个说出会站起来，我先躲一下。那我到底要先看什么？惨了，我还没做阿潘版的，不可以色色，赶快做！什么意思？你要在2021结束之前做完欸？这不熟都不敢说，是哦，会吵架是吗？Disney Plus 有照时间线排顺序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，很好排出来哦。如果等呢？好。嗯，那他应该要先买 Plus， 但是说 Plus 好像蛮划算的，是吗？你刷超立方，我觉得很好看耶。那你们猜我最喜欢是哪个英雄？那你们猜，你们猜。哎，我先说，我只看过复仇者联盟一哦。我后面我都没有看，所以其他英雄我全部都不认识。然后那个什么，为什么蜘蛛人我没有看过，没有看过蜘蛛人，我全部都没有看过。阿妈想看蜘蛛人吗？会啊，会想看呐、啊。但就是不知道要先看哪一个，对，猜猜看，复仇者联盟一有谁？有浩克、钢铁人、美国队长跟黑寡妇跟鹰眼。轰巴是谁？轰巴是谁？我跟你们说，我很想看奇异博士。我先不管时间线怎么样，但是我很想看奇异博士，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班尼迪克丹的，不是丹，我是说我很喜欢那个演员。我之前听过他演另外一出，就是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播过，叫什么《危机解密》，然后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我还蛮喜欢这个演员的，就是我没有很认真的把电影看完，但是我很喜欢这个演员。然后我就之后就他就上了那个《奇异博士》，然后我就一直很想看《奇异博士》。我不知道奇异博士帅不帅，强不强，但是我就是很想看奇异博士，因为他很奇异，才不是，因为他是班尼迪克蛋，不是蛋。我看先猜钢铁人，刚才很多人猜钢铁人呢，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觉得我喜欢钢铁人？我喜欢他的福尔摩斯。我的能力是从头上发出圈圈，什么？相关性很少，因为他很忙，看四部电影就补满了。哦，真的？四部什么什么看四部电影就补满？四部电影也很多好吗？奇异博士超强，看了几万次，结局都没爆雷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奇异博士很好看是吗？那我要去看奇异博士，那我就不管那个时间线了，我先看奇异博士，不管。好，我要讲我最喜欢哪个英雄了。我喜欢很奇异，到底在干嘛？因为我喜欢钢铁人，为什么普通，然后就是靠自己的那个人，我觉得很厉害。奇异博士在复仇者联盟里看了无数次结局。哦，是哦，是这个意思哦。没听到啊，卡啊，真的假的？卡住了。现在好了吗？所以是谁？所以是黑寡妇。黑寡妇，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只有看黑寡妇的个人故事，还是怎么样。可是我很喜欢她，是因为。其他人都有自己的，就是
超能力。刚奇异博士等完了，但是你看美国队长很犯规，就是每个人都很犯规，可是男哈哈不是，我就是我很喜欢男哈哈直接肉搏，我就直接打架就是帅帅爆，直接打架就是帅爆，你不觉得吗？鹰眼超能力，鹰眼有没有超能力呀、啊？是没错啦，我也蛮喜欢鹰眼，可是我还不知道鹰眼的故事，所以我现在最喜欢是黑寡妇，就是我很喜欢的攻击模式吧，攻击模式就是我很喜欢娜塔莎的攻击模式。然后我不知道史达克超能力，你说超能力，我快笑死。我不知道，就是该怎么讲？我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喜欢钢铁人，我大概知道为什么。但是因为我没有看过钢铁人的故事，就是我没有到特别喜欢钢铁人这个人的性格，就是那个幽默我 get 不到这样。那就是为什么要让两个普通人加入这种高风险团队？这是高风险团队，我真的是觉得娜塔莎真的是很帅哎、欸，娜塔莎真的是帅爆哎、欸。就是，而且他的谈判技巧真的是帅到爆，真帅到爆！我真的觉得他超强。就是比起，浩克可能一发飙就可以砰，然后什么都打烂，然后比起史塔克只要砸钱就砰，什么都可以打烂。我比较喜欢，就是比较喜欢娜塔莎在。神盾局可能预算不够吧，只能请普通人。而且娜塔莎真的很漂亮。她真的很漂亮，可是这里就是这里大家都看过黑寡妇吗？这里大家都看过黑寡妇吗？是不是没有人看过？反正就是我很喜欢黑寡妇，就可是黑寡妇我看完之后我就被爆雷了，就是他片尾之后放的彩蛋我就被爆雷了，然后我刚讲了我只看过复仇者联盟一，然后我就被爆雷，那个后面复仇者联盟不知道是几，然后我就被爆雷了。我看完了黑寡妇，然后我就被爆雷了，我就什么意思？可是人家跟我说，因为黑寡妇就是它只有一集，然后黑寡妇就是它的剧情没有这么多，所以我可以先看黑寡妇。我听人家推荐，然后结果看完之后我就被爆雷了。我要来雷蜘蛛报复一下社会，你有看哦？我看笑死。我听人家说蜘蛛人就是这次会这么卖，就是因为奇异博士可以开启不同的什么时空下回，我也没有看奇异博士，所以我不知道。但是听说卖点好像就是大家想要看到不同代的蜘蛛人齐聚一堂这样，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不同代的蜘蛛人是怎么回事，因为我也没有看过蜘蛛人，我也不认识蜘蛛人。对，但总之我现在最喜欢就是娜塔莎，真的可以看一下。你说蜘蛛人吗？所以我应该要现在就先开始补蜘蛛人，然后我看完之后然后直接进电影院刚好看这一集，是不是？蝙蝠侠也是 rich 的，他也很 rich 啊，真的很小时候的回忆。我们家没有人在看英雄片啊，所以我都没有看过。电影应该还没有要下档吧？超比版蜘蛛人是什么？不是，有一个梗图是为什么他们出现，然后放一张梅婶的照片。对不起，我不认识梅婶，尴尬了。逃避麦奎尔的蜘蛛人看看，好，我开始看蜘蛛人。我先看蜘蛛人，然后再看奇异博士，然后再看蜘蛛人，然后再看奇异博士。奇异博士现在有几集？两集吗？一集两集不知道，逃避演蜘蛛人好。好的，
上网找找看。哎、欸，真的会有人想要买 Disney Plus？ 外面施工啊 ，I'm so sorry， 外面听说在铺路。三个版本共八部，你慢慢来。我天，天龙八部。一开始的资论开始看，一共看完七部才看最近出的。我的天哪，我可以每天看一部啊，反正我也没事做。天哪，我自己的事情快忙完了，我就应该今天明天就忙完了，所以还好，应该可以在跨年之前忙完。看解说影片也太偷懒了吧！逃避版本的女主角很漂亮。好的，所以大家第一次接触 Marvel 都是什么时候啊？电视上面什么什么家里有家人在看还是怎样？美队可以看看第一集。哎、啊，我觉得美国队长真的是，他的颜色很鲜明哎，就是我才看复仇者联盟一点点而已，然后我大概就知道就是大家吵架的时候他会出来调停，我大概就猜到他是会出来调停的那一个人，就是他角色很鲜明哎，就是很正义感很重这样，就是经典的英雄角色这样。好比女主角就是克斯丁·邓斯特，谁？我是以前被我家人带去看《复仇者联盟》，我是完全没接触 Marvel 宇宙的人。从钢铁人一开始，我是被朋友抓去看的《复联二》。反正你去看《复联二》不会看不懂吗？原来是美国和事佬一，完全没看加一，送狗。电影宇宙搞这么大，后面才开始看的人真的不知道怎么追，就是我啊，我整个就是不知道怎么追，我一直没有看 Marvel，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到底要看什么东西，就是大家都讲说哦钢铁人很帅，然后每个人喜欢的英雄不一样，然后就会叫我去看那些，然后又突然搞出一个复仇者联盟，然后就会觉得天哪，我是不是没有认识这些英雄，不能去看复仇者联盟的感觉？两星期前，笑死！我也没看过 Marvel。又卡，真的假的？我今天是用手机的网络，没有办法、啊。不知道，刚刚突然家里网络，然后我有开，就是我用家里网络开直播，然后就开了好几分钟，就是都没有人进来这样，然后他就一直显示网络不稳，可是直播时数还是有在算，然后我就有点搞不清楚状况。X-Men 又是什么东西？你看现在就是有人在推荐我蜘蛛人，然后又有人推钢铁人，那我到底要先看哪一个？都神盾局锅啦，直接大家做什么？真是的！星际特工队有什么东西？就不说了，还有什么自杀突击队，我都不知道那些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自杀突击队又是哪一家公司？也是 Marvel 吗？不是吧？自杀突击队又是什么东西？是另外一個没有关系的东西吧？Marvel 很鲜明，所以比较好懂。先看死侍啊，死侍又是哪一边的？死侍应该是 Marvel 的吧？我不知道、欸，我很肯定都是洛基的锅，对，都是洛基的锅。自杀突击队是 DC 家的哦。不知道先看什么，干脆照电影释出的电影时间看。可以，我也去研究一下 Disney Plus 好了。我看有蛮多朋友都有买的，而且里面很多动画片我很想看，像那个《可可夜总会》，我一直很想看，我一直没看过。唯一可以跟观众对话的英雄什么意思？他为什么可以跟对？为什么？
可能会先看到无敌浩克。我觉得浩克很好笑哎、欸。上朋友的账号就好，干嘛买？好，我问一下。我去问一下，我上朋友讲，我等下就问。我等下下播就问他。哦、他没有浩克，为什么没有浩克？为什么？浩克做错什么？只是知道自己是漫画角色，所以会跟观众啊，那真的假的？太好笑了吧！寄生串流的诗雅很聪明，学学诗雅，哈哈哈。可以耶，我等一下问一下我朋友，哦，有啦，哦，吓死人。版权不一样哦，是哦。好玩，总之就是偶尔看一下电影，好像也蛮好玩的。今天已经是几号了？29号哎、欸！天哪！我们家好像还不知道跨年要做什么，可能会出去吃个饭吧。大家跨年都决定好怎么过了吗？是啊，可以跟你说好几天，真的假的？我都还是一样，就是一直在追动漫呢。第一次线上喝酒，当然是上班呢、啊，太伤心了吧？哎，我有看到那个，我有看到 KXC 他有推起司炸鸡桶，那看起来超厉害的，起司炸鸡桶。待在家无聊的过，顺便准备期末。啊，期末加油！上班啊，跨年是啥？天哪，大家怎么都要上班？正在放5天年假，不过也好啦。你看上班，然后隔天1月1号就好好在家里休息，这样元旦就好好的休息。但是我元旦还要练习。我也很想要元旦睡宝宝。那不然来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最近有在看的一出动漫，我昨天还前天开始看那一出叫什么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看到第几集了。应该是，它叫国王排名，还蛮有名的哎、欸，没关系，可以加我最喜欢的成员们。隔天继续上班，哭。等一下先睡起来放，对，等一下先睡起来放。最近在看一出叫《国王排名》的，还蛮有名的动画，它很励志哎、欸，就是。我现在看到第六集，然后就是他很励志，该怎么讲？他就是他的画风是走微诙谐风，就是比较偏卡通，的那种画法。但是他的剧情很深刻，哎，就是用很简单的事情，然后再讲很深刻的人生道理。就是真的看下去，真的是会心酸酸的，但是
我觉得他剧情真的做得很棒，很励志，然后还蛮感动的，真的是很感动，就是还蛮多人推荐我说这一部一定要看，我觉得大家也是，就是这一部一定要看。之前这另外一部就是也是走这种内心向的，我后来弃坑了，因为看了有点小沉重这样。但是这一出我觉得真的还蛮值得追下去的，就是很励志，然后它的剧情走向也很有趣。听说不能在公共场合看，一直哭不好看。对对，真的对，就是哎靠呢，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看了会感动到想哭哎，真的看了会，真的看了眼睛会酸酸的，我觉得真的蛮好看，就是有些集数可能真的会打到你的点，就会哭出来，这个真的很厉害，很好看，很好看。国王排名是一个还蛮，我觉得还蛮轻松，就是看了也不会有压力，就是体感三分钟一下，二十分钟就这样咻过去了。但是每一集都有他想要讲述的人性，我觉得很好看，我真的觉得很好看，推荐大家国王排名可以当小品去看。真的不考虑阴阳眼剑子吗？我有看过一小段啦，我看过他的漫画，他是不是有漫画？我记得我看过啊。那我想想，那我明天开始我要先看我要先看我到底要先看什么，我到底要先看蜘蛛人还是先看钢铁人？先看蜘蛛人，然后看完之后看奇异博士，然后看完之后先看个华灯初，我是不是因为外面在施工啊？加油吗？有了吗？阿里侬啊，的，嘿，好奇怪啊、哦！好奇怪啊！好奇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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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跟你们说，我刚刚就是他一直写网络不稳，然后我就重连了一次 WiFi， 然后我就连了我家的 WiFi， 然后他还是不理我，然后我重连我手机的网络，他还是不理我。重点是跳出去，我其他城市都还可以用，就是我开 YouTube 影片，然后网络根本就没有问题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让 Live 连不上网络。发生什么事？你有播到一小时吗？有，可是我刚关播，他关播画面上面竟然是写没有时速哎、欸，就是。就是几条杠这样子，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状况。我的天哪，是有播到一小时啦，什么意思？我搞啦，多一个多乖，惨了，再播一小时，哪有这种事？不行啦，嘿，看来今天要加班了呢，没有。我刚刚停在这么丑的脸吗？太丑了吧，太丑了吧 ，Hello， 太丑了吧。什么才刚开？对啊，就是那个网络一下连得上，一下连不上，应该是外面施工的关系啊。应该是因为外面施工，不是要去演唱会。多久以前的话题？一个小时前的话题。天哪，是在 Hello， 所以你的片单是？对，我刚刚原本要讲我的片单，我原本要讲我的片单，然后就卡住了。我说我先看蜘蛛人，然后再看我先看一点点蜘蛛人，我先看一两集就好，然后再来看奇异博士，然后看完奇异博士之后，我再来看华灯初上。我是说对，华灯初上，对，华灯初上，
我很期待，他明天就要上，他明天就要上第二部了，明天就要上第二部了，我很期待，我要一口气把它看完。所以今天大概等一下下播之后先睡觉，对，要先睡觉，然后先睡饱之后，睡饱之后就可以来看蜘蛛人。对，资讯是到这边没错，画风转好大，华灯初上。不是很好看吗？华灯初上就很好看呢、啊。华灯初上，究竟死者是到现在还有人没看完第一部吗？死者一定是纳卡穆拉桑啊！你在想什么？纳卡穆拉桑啊，然后他就死掉之后，然后才被套上高跟鞋啊。他没有告诉你死者是女性，那死者一定就是纳卡穆拉桑了。Candy Crush 我玩到157关了，我的 Candy Crush 停止了啦！我跟你们说，它卡住了，它卡住了。我现在在1099关，对，1099就对不进了，我真的是要疯掉，很生气耶！为什么？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我就玩一下。很认真的开始玩了，笑死！你们有看到吗？看到画面吗？看到画面吗？我要死掉了，我又要死掉了，为什么后面这么难？为什么？我以为这游戏没有这么难，怎么到后面就过不了关了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为什么呢？咻！我怎么感觉我要死掉了？不游不游，怎么觉得我又要死掉了？不开心。好吧，我看起来又要死掉了。原来不是只有我薪水小偷啊，被发现了。薪水小偷 death。死掉了啦！死掉了啦！死掉了，还不玩了。全今天开到几点？等一下就要来念榜了。请工作。157跟阿拍身高一样，一样是命中注定，才不是。阿拍要自己成立追剧者联盟吗？太多要补了，真的。你们俩陪我一起追剧，我什么都没看过。每天100关的气势呢？没都不见了，推不进了，没有救了，腻了，太快。没有，我最近都在忙，好不好？我最近真的是不是上班就是画画欸，我就是去上班啊，然后去练舞啊，然后你看我的圣诞节是跟你们一起过的，然后圣诞节隔天我就睡死了。你要省时间，可以看那种几十分钟说完全部剧情的，没关系。我很需要杀时间。我的菜快吃完了，可是我的稀饭还有一大堆，天哪！可能等我吃完稀饭就可以关播了，对。等我吃完饭再吃。
小硕，烧肉好吃吗？那个吃烧肉影片超好笑哎、欸！那吃烧肉影片，就是我就讲说。姐姐又把我后置，我在那边跳一跳，超好笑，真的超好笑的，我天啊！那时候，上片的时候，我们人还在桃园，然后我们就是在后台边看边笑，真的很好笑、欸。然后我就觉得天哪，就是很对不起剪辑姐姐，我们沙垮真的是吵翻天，她一定觉得很困难，我要重绑蝴蝶结，她掉了。好吃，超好吃，对吧？那个烧肉真的是直接剪新酸画面进去，但是 QQ 哎、欸，我看起来超认真的，天哪！我刚把洛克看成浩克，对不起。后置上字幕爆气，你们到底是在吵什么意思的？吵死了！浩克人，绿巨人洛克，陈晨大概几公斤？笑死，晨晨那个尖叫。超好笑的，我们真的很吵哎、欸，而且我们吃烧肉中间也从来没有安静过。但是我要跟大家讲，真的很好笑，就是那天是公演结束，然后我就吃一吃，然后我就觉得好累，我就吃，然后就觉得吃饱了，然后喝饮料也很开心，然后今天公演好累哦。然后我就靠着柱子，然后我就一直在恍惚，我就超想睡觉，我就这样靠着柱子。超好笑，然后男志明星想说：“阿姨回魂哦！”超好笑，晨晨的尖叫可以剪全清吧？可以了啦！啊，是没得哦。Hello 玉茶，后面那个量体重太狠了，真的是太狠了，哪有吃完才量的啊？吃完才量哎、欸，我真的是胖爆。但没关系，大家看不出来就好，反正大家也看不出来变胖。被爆了，那个又不是真实体重，我快笑死。你们有看懂那一段吗？就是小森美玲，她站上去体重机，然后。哪只咪就站在后面，哪只咪就伸了一只脚踩上去，所以那个体重机上面总共有三只脚，所以才这么重，真是很好笑。但是小安美玲说，因为她穿那个宽裤，所以她的裤管很宽，所以她看不到后面那一只脚。他看不到，所以他一直想说是不是体重机坏掉，才不是嘞，超好笑的，我真的是快笑死。哪只咪的脚胶真的很好笑。那个全是日本牛奶，超好吃的。我们没有布朗尼耶，我们去的时候只有拔丝地瓜。为什么你有布朗尼？我也想吃布朗尼。
难道有绑少林寺绑腿多了十公斤也要说吗？我每天都在锻炼也要说吗？我是不会说出来的。我吃饱了。一点唇膏都没有 ，death， 都被吃掉了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吃饱了。那个烧肉真的超好吃的，但是我就很废啊，然后我就是阿丽负责烤。然后我就坐在那边等着吃，阿丽负责烤，只招待现充，真的假的？太伤心了吧！然后我就一直坐在那边等吃，反正莉莉就会讲说来潘潘这个给你吃，我就谢谢莉莉，这样就好了，没事，我只是负责吃，现充爆炸吧！我们吃白是地瓜就好，这现充就给吃不了。看来只好找阿正去撞一下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？他有忘记要讲什么。好，反正就是我一直在耍废，就是莉莉帮忙烤肉，阿丽有很多烤山猪的经验，才没有，快笑死！不要那么造谣，好好笑。那莉莉就负责烤肉，然后我负责吃。然后莉莉真的很贤惠，她超夸张的，就是我们桌上如果有垃圾啊，然后东西没有摆整齐啊，她就会帮忙收，哎，超夸张的，跟妈妈一样，真的是超夸张的。我只能说我很会挑座位，而且我坐那里啊，就是我不是可以探头去旁边吗？然后我就很常探头过去，然后看头目他们在吃什么，然后头目就会问我说：“阿潘，你要不要吃？”然后我就会好啊，这样吃两桌都一起吃啊。山药感觉蛮适合点一下，哎，山药超好吃，不能嫁啦，我会被原子族杀掉，我会被祖族杀掉。哎呀，可恶，我也要什么？好了啦，教徒，好了啦，好啦，那么我要来面榜了，怎么办？我没有本场浪花可以看了，要是我只能从，我要从手机，然后去，我看看啊。等我。登录一下，我的手机刚刚不认得我了，可不可以认得我一下？是，这是我本人。我找OK 日榜 OK 我有日榜，那么我要来念榜了。
今天第十五名是朱莉安，谢谢朱莉安。第十四名是福福猫，谢谢福福猫。第十三名是牛奶锅，谢谢牛奶锅。哎，是我的脸哎，耶、yeah。然后第十二名是吉米，谢谢吉米。第十一名是姚，谢谢姚。第十名是班伟，谢谢班伟。第九名是 Martin， 谢谢 Martin。第八名是米酒，谢谢米酒。第七名是慧香，谢谢慧香。啊，慧香啊，你放小迪的照片不放我照片，好哟。再来第六名是小硕，谢谢小硕。为什么你是气死牛洞？cheese 牛洞，然后第五名是中影，谢谢中影。第四名是老爷，谢老爷。第三名是补当补到吐，笑死。然后再来第二名是小谢，谢小谢。第一名是 Happy Love， 谢 Happy Love，yes， 感谢大家今天来看直播。下次会像在膝盖啊，在膝盖啊。听说我的握手券好像还剩下个十几张，请大家多多支持 Dash。去查查七牛梗，好的。七牛在那里？我现在看起来没有血色，因为我没有唇膏。七牛意思，七只牛，简称七牛，七牛是主要用于业余性格阴沉者、御宅族边缘人的互联网用语。太伤心了吧！我是气死牛洞哎、欸，我也是气死牛洞。晚安了你各位气死牛洞，明年见。对，下次见就是明年了。好的，我这两天我会努力发，我会努力修库存的，我应该还有一些库存可以发，那可以期待一下。对，库存 death， 要不要再去看一下剩多少？你说库存吗？我会努力。对，哎，真的还有还对啦，还有一些库存。对，等等我，我还有一些库存，还有，没问题，还有库存，嗯，有库存，生日会的还有什么没发？生日会的应该都发了吧？嗯，生日会的都发了，看看还有什么，公演的吗？应该是一些日常照片吧，日常照片比较多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我看看哦，我是不是现在眼神呆滞？大的完美回避耶？什么？我怎么这样没了？你该做游戏了？真的假的？要不要再去看一下剩多少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！哦，谢谢，ありがとう，ありがとう，ありがとう。肚子有点烫的部分，还有什么、啊？还有什么照片没有破过啊？有啦，有一些。在房间自己无聊拍的照片，嗯，很出去玩的照片，有啦，还是有一些库存可以发一下。我的目的呢，就是希望可以在一月一号的时候准时把我手机清空，笑死，居然没发现，我没有发现啊，我没有发现，我当然没有发现。嗯，还有库存，大家不担心，还有库存的。那么感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直播，要记得去看我的试跳，可以多看个几次，然后也可以分享出去，然后也可以自己来试跳。A B C A B C A to Z。那么今天
们下次见，就是明年见了，各位，明年见，明年见，明年见。跟很衰的2021说再见，再见了2021，我相信 Nano 准备好了， Nano 交给你了。明年见，跟很衰的2021说拜拜，拜拜。谢谢 CK 又送的红包，耶、yeah, ！我抢到了，耶、yeah ！谢红包，谢谢各位，大家再见，明年见，啾！拜拜拜拜。